头望公车多久会有车？我等的车它在多远的未来？有人低头查手机，有人抬头看显示板。但是啊，中国游客来台北旅游，说自己公车越坐越糊涂，用 Google 地图或是站牌显示板，公车马上要到了，结果呢一直等也没有，然后突然变成要等上十几分钟。他上网想求个明白。有同病相怜的网友说，别相信 Google， 那是血的教训。有台湾的在地人安慰他，用 Google 地图会扑空哦，尤其是台中，大概原地等上两小时。我们实际到这位游客望穿秋水的捷运西门站公车亭试试看，先比对智能显示板307公车即将到站，来看看有多即将。大约一分钟，307就出现在眼前。他说即将到站，有的车子就来了，很快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来试试从捷运西门站搭667去台北车站。Google 地图显示667两分钟后就到喽，抬头看智能显示板，却是还要12分钟才会到。Google 啊，似乎让人空欢喜。你有用那个 Google Map 看那个公车来了没有？有。你觉得准确吗 ？On time 吗？不准确，一点都不准确。你说上面说他多久来，然后结果你等了超过那个时间。结果我们又去另外一个巴士站，然后又等不到。这些我们发布了出去，然后会加上一些自己的运算元素，所以它可能算出来的结果会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。台北市府表示，时间落差来自于 Google 转一手利用市府的资讯，所以会跟不上。建议大家下载官方的 App 比较准确，就不用白花那么多时间，向左、向右、向前看，车要转几个弯才来。华视新闻黄敏惠、方启年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